今天从展会上回来以后，本来挺开心的，打开论坛整一个无语住了。现在人是不是新游戏出来了，玩法世界观啥都不关心，一门心思想着剑超，直接给我整不会了。那今天公开试玩的泡姆泡姆被各种剑超师盯上了以后，事实真的如此吗？争议最多的就是剑超师傅认为泡姆泡姆抄袭的喷射战士。首先，这两个游戏的玩法是几乎没有重合的。喷射战士是一款 PVP 射击游戏，而泡姆泡姆是一个多人合作冒险游戏，主打 PVE， 是完全不同的游戏体验。此外，我看见一个视频说泡姆泡姆抄袭的喷射战士的准星，视频虽然短，但是大半篇幅都在喷准星浮动。喷喷浮动是因为射击抛物线机制，而泡姆泡姆浮动啊就是尬抄。我真心建议这个视频改名为消失的眼角膜与缺失的脑干。你专门挑一个角色在跳跃时准星晃动的 GIF 是有何居心啊？今天试玩下来以后，我们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泡姆泡姆的准星晃动就是人物跳跃导致的，这和现在大多数的 TPS 游戏一样，是会被障碍物阻挡以及人物跳跃抬高的。七八年前的绝地求生、武装突袭都已经有这种功能了。而准星为什么是圆形的？在重叠目标后，哇，为什么又是蓝色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不是巧合。在游戏设计数百万字、数千万字的教材中，可能有四成甚至一半的内容在讲 UI。设计游戏准星早就是被研究烂掉的东西。为什么诸如 CSGO、使命召唤、战地这类游戏，多数武器准星都是十字形？因为十字形更适合这些要求精确到点对点命中的游戏。但当你用上了霰弹枪、火箭筒、榴弹发射器这样大范围武器，你会发现很多准星都是圆形，因为圆形更适合点对面的需求。喷喷采用圆形准星，正是因为它的武器是要给区域涂上颜料的。而泡姆泡姆里玩家所扮演的角色手里的武器也都是发射球体的加农炮，有更大的瞄准范围。那么为什么是蓝色？我就不跟你解释蓝色相比于其他颜色更适合画面鲜艳、饱和度更高的场景了，我估计你听不进去啊，也根本听不懂。那么还有几个场景也被一些微博剑超师质疑啊，那这么喜欢喷，你不会不知道喷喷里的许多场景原型就是地球上的远景吧？参考什么幻界啊？我守望先锋不配拥有姓名吗？明明都参考的是南极科考站。我说真的，微博这肉针剑超手段实在是太低级了，有种英国人的美。那从玩法上，那也有人说这是抄袭的祖玛。那操，这是我今天最想吐槽的，因为我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没见过哪个祖玛里有一个能被打长打短打断肢，不同情况下行为逻辑还不一样的怪物。而且三消玩法，一个人玩是祖玛是泡泡糖，但是两三个人一起玩，那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我愿称之为分手炮。太逆天了，这游戏后面不拿来玩谁是卧底真是太可惜了。能让队友爆金币是这个游戏的点睛之笔，是可以通过击杀队友来抢他的血量的。什么颜色消除、物理解谜啊都不重要，我直接开启大逃杀。好了，说正经的，泡姆泡姆其实是一个非常考验关卡设计和项目策划的作品。五分钟的试玩虽然短，但是基本把游戏里比较基础的机制都展示了，而且这应该只是游戏内容的冰山一角，我个人是比较满意的。所以真的很不想把博士这种低能剑超的视频作为我泡友生涯的第一期节目。我们拍摄了六分钟的试玩视频和大量的现场照片，但是由于手抖得比较厉害，那所以需要简单的修一下。我会整理一个相对完整的分析和试玩介绍给大家，给大家一个八九不离十的心理预期吧，敬请期待。